啊，我刚刚叫很大声吗？排声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团团大声。对啊，团团是少女，我的中气比较十足。哎呀，平平，哎呀，哎呀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都带了两只杀手了，不会了是鸟吗？不会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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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哈？我看到杰克了。哦，杰克，杰克，哦，杰克，真的是。是不是你？你说你为什么抢我金地喵哈？然后就把他杀掉了。我觉得杀气很恐怖。我要跟着你了，我要跟着你了。不要，把他杀掉了。跟定你了，把他杀掉你了，把他杀掉。跟你要去哪？你家的猫一样，杀他。拿盾拿箭射他吗？嗯。喵哈，你看旁边。不要了，害怕怕了。你看旁边的人要死了哦！你看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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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哦。来，我变个魔术好不好？我想看他变什么魔术。你看哦，你看哦。哎、欸，有人死了，有人死了，有人死了！我听到，我听到，死了，有死了。这边都不会听到。这边不在场的只有影月不在。影月是不是你？哇，影月凶巴巴。影月就是你啊，这个声音一听就是你啊。他竟然都这样了！哇！这一听就是他了，这一听就是他了。哎，我还真的听不出来，团团你好厉害哦。他声音就是会这样啊，他有微带笑意，笑，对，微带笑意。嗨，这个果然还是住在同一栋的，还是懂的啊。你国王当太少了，你多当几次国王就可以了。嗨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看这个感觉很恐怖。哎呀，你看杰克变魔术喽！杰克要变什么魔术？变魔术喽！你看哦，变魔术哦！我手是空的哦！你看有金币，把手说变不见，射死你哦！有金币，那只牛不会动了哎。哪只牛？对啊，紫色的牛，中毒的牛，中毒的牛。你们都躲去哪啦？没有躲起来啊！等下侦探是谁啊？死了啦！哦，侦探死了。我啦！哎、欸，捡金币，你丢币丢！哦，你们射了、哦？哦、oh, ，我刚以为允月是要射杰克，结果是团团叫。他射到我了啦！哦，因为他一直跟在杰克后面啊。哎呀！啊！我抖了，可恶！想射我？想啊！不要跑啊！来啊！被他枪战了！想啊！哎呀！哎呀！猫咪去捡金锭，猫咪！我很小，但是他这里就是不生蛋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要几次呢？哎呀，猫咪，你不要在窗口看啊，猫咪。对，那猫最喜欢待在窗口啦。窗口很危险啊！你剩一分钟了，感谢你。嗯，射不到啊，大家都躲起来啦。那你就不要坚持了啊！不要坚持这样，不要找了是不是。有人躲在这边也太那个了吧。不要躲了哦！这样不是你开心，大家都开心吗？对啊，你妈为什么要杀那么凶呢？你刚谁杀最凶、啊？过你为什么要打打杀杀的呢？这个是对啊，为什么要打打杀杀？哇！为什么射出去了、欸？剩下繁星的叫声也太惨了。我要上楼，他要下楼，刚好遇到，来看猫咪在哪里。15秒咯，我只要撑过15秒就好。怎么躲在这里啊？我就在对岸一直在看你们、啊。猫咪，你不是要喜欢在窗户边吗？你怎么跑进去了？对啊，又跑进去了。猫咪，猫最喜欢你了。时间到了啊。他后来是不是有调过啊？感觉时间变比较短。有，嗯，有感，好像有哎、欸，因为我记得以前时间感觉比较短。对啊，我的滑鼠垫总都是汗、啊，我都找不到。哇，这关好怀念啊！
这是啥？就是跳下去可以跳下去的地方。嘣嘣嘣！你们听得到烟火声吗？听得到，好像有一点点呢。没有喂、欸，我是不是要出去叫他们安静一点？你就出去！哇！不要！不要！窗户打开，冲口点点的，是不是？冲口！哇塞！原来隐约在家乡这么的有那个啊！太快了吧！杀手兔，嘿！啊！杀手兔，杀手兔来喽！我要讲一件事，我刚刚是侦探，然后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就被杀手兔弄死了。啊！你们要捡钩的话，在那个在坟墓那边呢，自己找啊！这样危险！杀手兔来喽！还看别边啊？还有你看喽！看到哇塞，小雨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打上抱歉。对不起。哎呦，没什么专长，道歉最快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这里真的是坟墓哎、欸，完全是坟场啊！大家都想要去打工。这人为什么是死在窗边呢、啊？哇，僵尸装哎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对啊，我刚刚就是看着他被哈基杀死，然后就变成真的僵尸了。他在看后面，奇怪，为什么大家死那么快啊？哇塞，团团，原来你在这里哦、喔！大家都死太快了啦！我看地图啊。哦，你说。你就地图，它会有那个、啊。现、啊、在是不是只能看弓在哪里？弓没有人，没有弓被捡走了吗？弓、没被捡走吧？哎、欸，我怎么拿剑矢在打你呀、啊？哦哟！哇！耶，冰原之力！冰原之力！哇塞！吓死我了！你刚也吓死我了、啊。太好笑了！我想看，没看到。我怎么拿剑矢啊？我觉得繁星的小精华待会又要出来了。当 QQ。笑了吗？啊，平民，平民，平民。笑死我！这一张地图，我们一定会有一个人是杀手。我笑了，我肚子好痛啊！好累啊！哎，所以你用剑矢打？他会受伤吗？没有，不会啊。然后 我马上拉弓反击，他马上拉弓射我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团团，我是安全的咯，你要相信我、哦。哎呦，你前面都是死鬼、欸！天哪、啊！对啊，为什么前面都死掉、啊？全都死了呢、欸？哎、欸，我前面也都是尸体、欸。等一下，其实我是柯南吧？等一下，有是谁？只是柯南吧？史蒂夫衣服，史蒂夫衣服，就看起来团团样。史蒂夫衣服，你是团团的样子、嗯？怎么可能啊？长得跟我一样的人人都很好。哇，团团来啦！哇死了！哇，我没放到。对不起嘛，哦，到了吧？哇，好恐怖！哇，我没放到剑，哪是史蒂夫衣服的啊？我在那边史蒂夫衣服啊，对啊，到底长什么样子、啊？谁在乱骗啦？对啊，这看起来不是、啊、是哪史蒂夫衣服啊？衣服没错啊，史蒂夫的啊。他是帽子不是啊？他是史蒂夫啊？这是假的史蒂夫衣服啊？没错啊。不是啊，怎么叫是头不是、啊？他是全蓝色的衣服哎、欸啊。对啊，我看也是全蓝的、欸。我看史蒂夫、欸，我看是史蒂夫啊。不是啊，我看是蓝的。我看、欸、现在有两派说法、欸，我看是蓝的。我觉得是白金哎、欸，你们是？不是吧？其实我觉得是绿宝石衣哎、欸，绿宝石衣吗？那個啊、蓝黑跟白金啊，蓝黑跟白金。对对对对，就那个洋装、欸。我想说，我到处看就啪一下了。对啊，他是史蒂夫衣服啊，没错啊。不是啊，神秘哦、我看他脸就是两颗红色眼睛的秋风一样。哈哈，对，眼睛啊，但是。但是衣服是史蒂夫不是吗？要多两分吧。衣服可能就是，我觉得会是纯粹你们没有读好，对，没读到而已，有可能哦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。那我突然被吓到，是你们说是史蒂夫，然后一转头突然被他打了。哦，看到了这个吧？
对，那个吧，哎、欸、哎，你、欸、是秋风衣耶？对啊，是秋风的衣服、啊。你们今天 happy 手会有点微卡吗？不会耶，不会。哎、欸，那个女生的衣服没有穿，只有我这边微卡。有谁没有穿？有人 skin 是没穿衣服的，头低下。哎、欸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那个没事。哎、欸，一拳超人真的出现了，前超人，一拳超人，体育老师，一拳，一拳超人。一拳超人，原来是一拳吗？这个人不是应该偷更新啊？哇，他在偷偷更新啊！抓到啦，偷更新啊！偷更新，我把他都当过了吧？好像都当过了哦。对啊，好像都当过了。你要当过了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！我的存在感好低。我刚刚不是就说那火把那一关啊？哦，好像有，想起来了。来，今天再赌以后就不赌了，好啊，不要赌，不要赌。那不然这场玩我们来换个游戏。好啊，该换一下了，该换个游戏了。我们其实也玩了快五十分钟，从谁是杀手变成谁是侦探，因为这个一回就是那个。对啊。好。看来是看是跑酷没跑到隧道，掉下去了。有人说小雨万岁，而且雨打错字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杰克你？大雨的哦，打错字，都已经。那个东西出来了，哪个东西？他出来了，他哪里出来了？这东西出来了，看到会吓到的东西，什么鬼啊？你讲什么？杰克，你今天有酗酒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那是他的本性复发，并没有，好吧？他其实就是这样，有没有？大爆发？对啊，大爆发。大爆发！嗯，大爆发！他这竟然什么有马？这竟然是封住的，请离开街道，请离开街道，各位。知道我这里是不是街道？请离开街道，各位。跟着我啦！嗯，为什么有人死了？不是我了，不是我了，是被街道杀的还是？街道杀，被街道杀吗？街道吧，连续那么多。街道杀人事件哦，街道杀人事件。大伙干得不错，特技二准备。特技二是什么？特技二啥？结果其实也是街道，因为他是好莱坞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啊，就是那个应该是 action two 吧？不是街道杀人呢？翻错了，那不是街道杀人呢？那是谁？是谁？是有人狂杀猛杀？窗口有这么啊？团团呐，我看到了啦！团团连三呢，我真的要放烟火打他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坏啊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坏啊？这么坏啊？你怎么这么快啊？而且我有点卡哎、欸，我有点卡、欸、是什么回事？我也有点卡，你还卡哦，真的是哦，有点卡哎、欸，那也是哪里啊？从后面哦，你卡在哪里啊？怎么看不出来啊？你怎么卡的？我都看不到啊！对呀、啊，我有顺功能，你卡到我都觉得你没有卡，好不好？又卡又顺。哇哇，剩下谁啊？哎，有两个很像哎，哎呀，哎，有两个跟我长一样。帕甲对啊，帕甲跟卢比卢比 CS， 其实没有音啊。哦，谁在那边偷剪工啊？哎呀，喵哈，快跑啊，喵哈！啊？谁在那边偷偷来啊？谁呀？谁呀？谁？你们人跑去哪了啦？我人不知道啊，但是猫没有在动啊。嗯，我找不到人，所以这只猫很懒惰吗？对，它很懒，真的是懒，对，懒惰。我在等原地生金钉。懒惰的猫，好懒哦，好麻烦哦。哎，你们真的躲得很好哎，我找不到你们嘞，哪里啊？然后给我吓一吓就啪。心虚哦，啪。还是因为眼睛太大没看到。哇，你眼睛大，是真的蛮大的，真的蛮大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是真的没看到。然后就聊天室都刷一片那样子。你怎么眼睛那么大、啊？你眼睛太大了吧？我的天哪、啊！这样都没看到，你到底是在玩什么啦？你还敢开实况啊？太深了吧！压力这么大，还敢开实况、啊？玩个 happy 手，大家压力都出来是不是？在哪啦？我这眼睛太大了，看不到。你可以看地图啦。有啊，我看地图没有显示啊。哦，在二楼是不是白痴哦？我那么一楼看，吼，有，
哦，结束了，耶！耶，躺赢哎，耶！好游戏，耶！耶，出去了，会游戏，会游戏，会游戏，换游戏喽，换什么？哇，换啥？换啥？换啥？玩谁是侦探如何？没有侦探，有谁？